直播以外，我还有市场部别的工作要做啊，还有市场部别的工作要做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觉得我天天在这就真的很轻松，觉得我没事干，直播就跟你们聊聊天、说说话。我要做多少个表，你们没有办法想象。又抓住一波流量密码，没抓住，今天早晨抓住了，今天下午没抓住。没有点赞得点赞啊！哎呦，各位大哥，就问落地的、问上路的都可以留言11位号码。对我们车型有想了解的，不是你这样现实一点，你想一想，我可能在直播间给您报这个车的最大优惠吗？不可能吧？我可能给您报底价吗？也不可能吧？对不对？您都可以留言十一位号码，下播以后我们的金牌顾问会跟您联系，给您算，好不好？不要为难我了啊！我带个销售一块播，我之前播过，但是。我之前播过，但是那个啥，我之前是播过，但是带销售播过，但是效果不好，没啥用，好不好？人数也上不来，一场从头到尾十几个人，我快累死了。喝点水吧，累死了，没有人给我送水。这 CT 五的哪一个版本 ？CT 五的豪华2947的这一款，综合优惠可以给大家给到4到5个，还可以谈。然后咱们这个车呢，现在是有极光青，然后耀蓝色、黑色、灰色，全部都是有现车的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直播的时间要调了。我觉得上午那场还行，直播间还有100多个人，我们下午的直播的时间可能要放在晚上，可能要调了啊。海林918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，CT 四你说 V 系列的话是海外版，它不会进我们 4S 店的啊。没有点赞可以点点赞，没有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啊。